来吧，我23岁的宝贝啊，幼师，有没有男哪个宝贝喜欢他的？拿着话筒啊，因为那两个女孩都下去了，他俩真傻，谁让你下去了？你们自己愿意下去的啊？来，你给我说说你想要对方那个朋友他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是武汉的还是你们孝感的，年龄啊，职业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大声说，没事，有干娘在呢啊。年龄28岁以下啊，身高1米75，1米75以上吧，1米75左右，年龄是28岁以下的啊。职业呢？职业在武汉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。在武汉，只要在武汉有个稳定的工作都行了。其实你们天天说稳定的工作啊，我觉得啥叫稳定，现在告诉你，在体制内的人太寥寥无几，都是在打拼，只要每天工作能有收入，这就叫稳定，你知道吧？有的你要说不稳定，那有的人真的是打一样工，他打不到头，完了跟你说他就退缩了，在家躺平了，那叫不稳定。只要奋斗中的男孩子都是很优秀的，好不好啊？来，1米75左右的啊，武汉的啊，来，喜欢这个幼师的，你们后面举一下手，后面的把手举起来，来，往后面看一看，干娘等你们啊。戴墨镜的双手向你挥手啊，看见没有，行不？1米75，行，你上来。戴眼镜的，墨镜的，那边你看有没有啊？有没有那个哪个？那个小伙子，黑衣服的。对对对，黑衣服的上来。这时候你是很冲动的啊，等他上来以后，把他的条件介绍完以后，你一定不能冲动啊，听见没有啊？好，来这边的啊，咱们不能是厚此薄彼啊，哪边都要看看。后面的宝贝儿有没有？那后面还有一个举手的啊，最后面伸手伸老高的，你看没有啊？那个穿绿衣服的，穿绿衣服的，来上来吧。穿绿衣服的啊，来上来了啊。好，还有一个啊，来，乖，别紧张啊，宝贝儿啊，你这只要一上来就好多了，你知道吧啊，最起码知道你需要爱情了啊，这就行了。上来呀，快点上，那个戴眼镜的你也上来了哈。我来，戴眼镜的小伙你上啊，啊，快点的。不是那个戴墨镜后面那个大哥，你年龄大了。我知道你，我行，最后给你个机会，来了4天了。昨天那38岁的你咋不要？42岁你咋不要呢呀？你怎么上来？来上来。不是那个男孩子，这个啊，这个对，我发现哎啊，机会给你机会，你还没看够啊，这边有4个了啊，4个帅哥都上来了啊。宝贝儿，五哥为你而来的，他们都是双手举得很高，你觉得可以了吧啊？来，一个介绍。寻你千百度，你都藏到那人群的后面啊。来介绍来啊，介绍一下。啊，你好。啊，我来自麻城。麻城。对，黄冈麻城。黄冈麻城啊，现在在哪工作？现在在麻城。啊，也在麻城。你不是武汉的呀？那他在武汉呢？年龄呢？29岁。29岁啊，什么职业？自己开超市的。哦，你们家开的超市是吧？我自己开的。哦，自己开的超市，麻城的，29岁。你今年23岁，比你大6岁啊。好，行。来，乖，你是哪里的？大家好，我是武汉本地的，我在洪山区光谷。啊，我目前是一个中学老师，然后我也是出生书香世家。哦，我今年27岁。今年27岁啊，也在教书。对。教高中还是初中啊？教初中。教初中语文？英语。哦，呀，那天碰哎，来，弄，
整两句英文问候一下来啊，问候他，beautiful, full, full, full. Do you want to be my girlfriend? 嗯，他说的我很爱你，您明白？他说我是一个漂亮的女孩。啊啊，我其实很会唱歌。你们都懂外语啊？哦，他说你也懂外语。我也不懂。那你都翻出来了吗？就你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啊，是这意思吧？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OK 啊，来，干警你好，27岁啊，英语老师，跟你是同行，你来介绍一下。干警，我关注你特别久了啊，我从你在开封，然后整个啊。整个过程我都在全程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关注啊。然后你现在说说你的条件好不好啊？好，来自哪里？我叫胡康，今年31岁，来自湖北麻城。啊，也啊，一个老乡啊，老乡哈。你现在在武汉工作吗？对，我在武汉上班，然后是一名软件开发师。啊啊，软件，目前是做架构这块的。软件开发出来了是吧？对对对。那硬件怎么样啊？硬件健身也可以啊。哦，硬件也行。可以游泳啊？可以，会游泳啊？会游泳啊？对，就是偶尔会摄影，啊，还有喜欢音乐。哦，喜欢音乐。哎，来来来，秀一段音乐。可以可以，来唱一首，唱一段。嗯，比较想谈恋爱嘛，现在就唱一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吗？不是，五月天你听过没？啊，听过听过，我没听过。那个我这都六月了，你唱。恋爱 ING 吧。啊，嗯。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到扁平足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T， 让我重新认识 LOVE。 行了，最后一句让我抽死你。普通话说不定我就听了一个我想陪你逛街，我的那个高潮我还没唱呢。你还有高潮啊？对呀。那你来个高潮。恋爱 ING，APING， 你这最后都没高潮了，还高潮呢？来啊，年龄多大我忘了啊。31了。31岁啊，属鸡的。31岁了，属鸡的，在做软件，在你们湖北做软件的啊。对，挺好的啊。有两套房，一套是毛坯，一套是自己住。对呀，啊，我刚才问你硬件怎么样，你来个啥？2台车，啥都会啊。你还有2台车呢？是哦，不错不错啊。小伙子怎么都优秀呢？你看，真的30而立，你真的应了那句话了。30而立，31更立。嗯，来，啊，好，来，大家好啊。啊，我关注刚才很久啊，谢谢。每天看你直播。嗯，谢谢。嗯，我叫敏博啊。啊。今年34岁，34岁，对，23、34、10岁啊，大哥，你好意思下手啊？大10岁很好的，逗你玩的啊！你只要走上干娘的舞台，你知道吧？别拘谨，把你的条件说出来。不会，不会啊，34岁，未婚，我离，你别介绍了，乖，从我这儿你就过不去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觉着呢？离异的你接受吗？没有小孩。等着一会儿有那一会儿你再上，有个30岁没结婚的你在那啥，来乖。哥你好。啊，哦，你好，来，你先下去吧，乖，一会儿再上来。这不舍得下去，来来来，好好的好好的介绍啊。我来自黑龙江，27岁，来武汉来学习的，然后就是学习怎么卖药品。啊，医药行业的。对对对，黑龙江的呀。对，黑龙江的。就是我看您手举的跟跳那个木偶舞一样。我就把你叫上来，我觉得你的个头包括你的形象跟他蛮般配的啊。我也不知道黑龙江的呀，那你太远了呀，你觉得能行吗？不行呀，乖啊，黑龙江的，这就是啊，没有有缘无分。其实条件各方面都挺配的，形象各方面都行，但是你说你也不愿意为他来到武汉，他也不想为你去跑到那儿，只能说你们俩可以做个朋友好不好啊？行吧，乖啊，行行行啊，来吧啊，那行行行好啊啊啊，来吧，现在这三个你们往中间站着啊，给这个现在只有这仨合适了啊，来吧，嗯，你自己选吧啊，
这个我都忘了，是黄冈人，自己开的超市，今年二十九岁啊，黄冈的。 yes 还是 no？ yes 哈、嗯、那俩还 yes 不 yes？ 这个是老师、这个、啊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啊。那个呢，这个去死去死，没事儿的啊啊，没事儿，你先站到这儿啊。现在这俩孩子，一个老师，一个是开超市的，都是这个在黄冈，这个在武汉。你要同意的话俩都加，不同意的话你就加一个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俩都加是吧？行吧，俩都加上吧，只是交朋友嘛，下去聊一聊。一个礼拜以后如果真不行的话啊，pass 一个，那个继续聊好不好？如果俩都不行都给他俩拉黑，这是你的权利好不好？乖，行吧，手机拿来啊，去吧，去跟着他去加微信吧啊啊，认真对待啊，去吧，把话筒给他。嗯，你手机在哪里？快拿着手机去那边啊。